在位于台湾北部的淡水河口，一座与众不同的大桥即将在此处诞生，其名曰淡江大桥。这座筹划已久、优雅壮观的桥梁，宛如一位身姿轻盈的舞者，沐浴着众多期许的目光，从容地来到舞台中央。它跨径长达450公尺，是现今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不对称单塔斜张桥，全长920公尺，塔高175公尺。首先，进行桥塔基础施工，利用围堰配合全套管机装打设，逐步完成。塔柱塔身使用爬升模板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与此同时，淡水端的两侧跨在不进入浅水区域的情况下，也开始采用吊装，以推进整跨施工。上部结构大梁则由桥塔处以自由悬臂方式分别朝向淡水及八里进行施工，采用结块吊装悬臂工法推进。直至淡水端侧跨完成闭合，再向八里侧继续吊装推进。此时，八里端侧跨已开始施工。最后，则进行最重要的系统闭合。透过准确的规划、精密的计算、优质的建造，共创历史性的见证。主桥施工完成，预估应在民国109年12月中旬，与通车目标相距不远。施工中严密管控，没有严重的惊扰与破坏。完工后，对珍贵的水鸟而言，蛙子尾及北堤，家仍是家，熟悉的温暖不曾改变。当夕阳西下，淡水河口那道令人陶醉的景致，轻盈的舞者瞬间宛如害羞的新娘，在晚霞中红透了脸颊，仿佛低声诉说着这座大桥和这方水土那永恒的魅力。当夜幕低垂，淡水河口那令人遐想的一幕，内敛的白色舞者在周边宁静的夜色中眉眼生风，顾盼自如，与风为舞，与水而歌。